打开看了一下，一个项链呢。哎呦 哦，那一定要马上帮夫人戴上啦。来，我来帮市长拿麦克风。好，来，我们请这个来戴，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摄影师哈。哇 ，so sweet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讲情人节快乐好吗？我们这个重要的烟火要来喽，音乐烟火，市长您准备好了吗？夫人准备好了，信臣也准备好了，那马上呢，我就要来请我们所有的贵宾们来到舞台上了，要进行呢我们的这个音乐烟火的启动仪式。在这边呢要欢迎我们观光传播局的局长简玉燕简局长，谢谢您推动这次的这个河岸音乐季，辛苦了，谢谢您让我们有这么棒的音乐季跟烟火。还有我们所有的贵宾们，钟小姐，还有金志娟娃娃姐，以及马斯卡。